你把这些拿下去，给舅娘分一分。十一娘，师父，我一直都担心你，你可来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切安好。好，那我们过去说。 如今仙灵阁声誉受损，修娘也走了不少。说到底，都是因为我。师父放心，我会负责这儿的损失。这事儿与你无关，你失这里为瑰宝，只怕心里比我更难受。况且你也是被人所害，我又怎会怪你？可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都是因我而起，这里的损失应该由我来赔偿。其实，我一早就发现了。 刺绣对你来说不只是兴趣那么简单，你愿意为它付出心血去探索、去追求。有无兴趣跟师父一起经营仙灵阁，你说的赔偿就作为你的入股好了。跟师父一起经营仙灵阁，你不光有更多的时间接触刺绣，还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一起去探索和研究。十一娘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自食其力？ 不妨把这当做事业。师父这个主意甚好，只是，哦，是不是家里不太方便？你要做的事，我都会支持。也没什么不便的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那以后就有劳师父多多照顾了。谁说的？没准师父以后啊，还需要你多多照顾呢。 徒弟孝顺师父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<笑>看你说的。<笑>何以致气阔？绕腕，双跳脱。 少爷，费尽心思寻这么一只镯子，还日夜兼程，非要在七夕前回京。我看您这些心思，全都白费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莫非罗姑娘出了什么事？我的少爷啊，下次见面就没有什么罗姑娘了，只有徐夫人。徐夫人。 嫁人了，不可能！她还不是一般的徐夫人，是永平侯徐令仪的夫人。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您上次让我找人查罗姑娘娘亲的事儿。 这一查便得知，他早在数月前就嫁给了永平侯，只因我们不在京中，所以至今才知。您可以去问问仙灵阁的简师傅，前段时间仙灵阁出了些意外，就跟这位徐夫人有关。少爷，少爷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哟，欧公子，简师傅，您告诉我，罗姑娘可是永平侯之妻？看来公子是知道了。 这事确实怪我，我只顾着帮他隐瞒身份，我应该早点提醒公子的。侯府夫人身份在外，行事不便。是我糊涂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我以为近在咫尺，没想到我们之间早已隔着千山万水。听说罗姑娘的事。 也影响到仙灵阁了。哦，无事，现在都好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都是歹人作恶，十一娘也因此受了不少牵连。
本局的彩头就是这两盏心心相印灯，如若能得到此灯，便能与自己心上人长相厮守，永不分离。见惯了头针奇巧，还没见过头壶奇巧，还真别出心裁。你是不是很想要这两盏花灯？没有啊。我知道你很想要。哎，侯爷，等等。我不想要。哎，那边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们还是吃巧果去吧。嗯，走。大家快来看啊，快来看啊！本局游戏还差一组参与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心心相印灯，与心上人长相厮守。哎，二位客官，可否有兴致来一回啊？来，来，快请。各位，我这头壶啊，可是与众不同。不但可以奇巧，更能定型。这是在考验我本来就不太会投壶，更别说蒙上双眼了。待会儿你只要相信我便是，心有灵犀，相信你就能赢，才能投壶胜出。是，各位好，可都听明白了？那我且信你一次。听明白了。各位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准备好了。那咱们就开始。好，那待会儿我数到三，你就用力把剑扔出去。我数三下啊，一、二。我还没说怎么数，我都还没有准备好呢。哎，没关系，准备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！我们中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个给您。谢谢。这个给您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帮你赢灯笼的人也喜欢吗？我也是出了力的。侯爷，你看那边。侯爷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生死契阔，与子成熟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慢走啊，以后常来啊。好嘞，老板我来了。哎呦，好姑娘。我刚刚吃的那个锦鲤巧果，来一袋。哎，好嘞。你看这个和这个巧果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那夫人会喜欢吗？这个要不要再来一袋？要。那两个各来一袋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两种是今年最好卖的。姑娘，这七夕之夜用莲花灯许愿是最为灵验的，姑娘买一个吧。哎，好嘞，来，姑娘您拿好。谢谢老板。可能去找夫人了吧，老板。姑娘，拿好啊！谢谢。哎，下次再来啊！你说过几日，若是我们再去投，那个老板可能不想我们再去了。等等我，快点！花灯，小心！喂，没事。小女罗十一娘感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公子，琥珀姑娘，公子没事吧？是琥珀冒昧，公子这事都知道了。原来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是我一厢情愿，都是我糊涂。只顾得怎么讨他的欢心，竟未察觉他早已嫁为人妇。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，让我如此可笑。公子，对不起，夫人之前去仙灵阁本就是瞒着家里，所以没能告诉公子，怕给他添麻烦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会和你家夫人保持距离，不会再给她添麻烦。公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公子，你看，七夕的莲花灯用来祈愿最为合适，姻缘天注定，有牛郎织女星的守护。公子一定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心意之人。谢谢你，琥珀姑娘。公子不必客气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冬青找不到我该着急了。
这盏花灯真好看。是啊，只可惜烧坏了一盏，不然这两边各挂一盏更有意趣。嗯，不过我看夫人喜欢的不是这盏灯，是灯上的诗：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至于这个手的主人，那当然就是侯爷了。夫人，你说我说对不对？真是把你惯坏了，你什么都敢说，哎，这要是被侯爷听见，哎，肯定罚你。侯爷要真是听见了，不仅不会罚我，说不定啊还要赏我呢。夫人，你现在是不是也觉得其实侯爷挺好的？起初我想着，我只要找到了凶手，我便想法子离开这里。对侯爷从未抱有过希望，可是跟他相处久了，我发现侯爷是一个光明磊落、有情有义之人。不仅如此，侯爷对夫人更是关怀备至、体贴入微。而且我发现侯爷看夫人时候的眼神跟看所有人都不一样，侯爷对你一定是真心真意的。只是侯爷说过，爱是尊重，是信任，是成全，他倒是言能践行，对我样样都做到了。可我自从嫁给他便是别有用心，我对他还是有所亏欠的。夫人，你虽然是抱着目的嫁给侯爷的，但是进府以来也算是处处用心，这些侯爷肯定都看在眼里，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爱你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侯爷，那不如就早日接受侯爷，等查到真凶之后，就跟侯爷一起开开心心地过下去。生死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少爷，喝了这么多酒，头疼了吧？我让厨房给你熬了醒酒汤。哎，少爷，不是我说你，瞧瞧您现在是什么样子啊？哎，这些年，咱们在外面四处闯荡，面对江河的惊涛，塞北的风雪，您都能甘之如饴。怎么为了一个女子就……哎，大丈夫何患无妻呢？来，那些狂风巨浪伤人不伤心呢？他既已为人妻，我自然会断了这份心思。这些日子我先留在京师，龙姑娘。
徐夫人娘亲遇害的事，你尽快查清楚。可是少爷，您既然知道她是永平侯夫人，怎么还帮她查呀？永平侯的手段不比咱们多吗？人家动动手指头就能查到的事儿，犯得着咱们东奔西跑的去帮忙吗？况且徐家和咱们欧家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不管他是谁，我既已答应他，就一定要做到。待此事了结，我与他再不相干了。其实这件事已经查到些眉目了，本来昨日我就想告诉您，结果我话还没说完，您就跑到仙灵阁去了。你查到什么了？这个草果可好吃了，我特意留了一些给你们尝尝。多谢冬青姐记挂着我们，冬青姐这么好，将来一定能嫁个如意郎君。嗯，好呀你，我好心好意给你买好吃的，你俩还嘲笑我啊？我看你俩是想让我收拾你了吧？啊？你这小姑娘怎么总是毛毛躁躁的？还不是傅大人您整天神出鬼没的，这么爱顶嘴啊？又是这一句，傅大人怎么来了？哦，侯爷在吗？我有要事求见。侯爷刚刚回半月判了。啊，傅大人虽然因为公事没能去成七夕节的花灯会，但是啊，这个七夕的巧果可一定要尝一尝。我倒没看出来这巧果有什么稀奇的。傅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个巧果有利于姻缘。我听侯爷说过，傅大人虽然年岁已经不小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亲事，姻缘甚是艰难，也许吃了这个巧果很快就会有媒人上门提亲啦。你在取笑我呀？不敢不敢，冬青是在替傅大人分忧解难。看来姻缘这件事傅大人还是蛮着急的嘛。啊，心急的人应该是你吧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巧果呢，的确有助于姻缘，不过大多都是由女子做好了送给心仪的人吃的。冬青姑娘送我巧果，又跟我聊姻缘，该不会是心仪于我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谁心仪于你了？傅大人今年肯定还是说不成亲事，哼。欧公子得知你是永平侯夫人，特意来找我问询，我看他好像难以接受。他当我是朋友，可我却怕惹事端，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是我对不住他。他说让我把你叫来，他有要事要告知你。解释过，欧公子来了。徐夫人，久等。欧公子，我也刚刚到。之前我只顾自己行事方便，向您隐瞒了身份。十一娘，给你赔不是了，还望公子谅解。无妨。侯夫人的身份，在外行事却有不便，我能理解，不会怪罪。都别站着了，快坐吧。对了，欧公子找我来是有何事？啊，差点忘了正事，之前答应过你，帮你调查你娘亲的事情的。这位，便是当日跟你娘亲验尸的仵作。当时在慈安寺附近，被海盗刺死的吕青铜一案，是在下验的伤。可是有什么情况？
我记得那位妇人身上有一处刀伤，但使其致命的却是他心口的箭伤。箭伤？对。怎么会呢？我记得当时顺天府的验尸文书上明明写的就是刀伤啊，而且我娘胸口上的伤也的确是刀伤。胸口和后背的伤痕的确是刀伤，但在刀伤内部还有另外一处贯穿心肺的伤，很明显是利剑所为。这既是剑伤，怎么会有刀痕呢？或许是凶手想要隐藏死亡的真相，刻意而为之，先中箭后补刀。我还未来得及将发现的内容记录在案，就被上面派下来的人拦截了此事。虽有疑虑，但我已无权过问此案。刻意改造伤痕，中途换下仵作，私自篡改验尸文书，这是要掩盖真相。恐怕这背后之人身份一定非同寻常。夫人，照那个仵作所说，凶手当时就在慈安寺附近，能够只手遮天买通官府掩盖真相的人究竟会是谁呢？那仵作所说并无证据，是真是假我们都无从查证。那我们现在来这里干什么？当时该查的地方已经查过了，再说事情都这么久了，就算留下什么线索只怕也来晚了呀。冬青啊，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这儿还有一件大事发生？侯爷在后山抓住了一个海盗，但是这跟姨娘有什么关系？几位，天色不早了，这儿经常有野兽出没，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。啊，大哥。夫人有什么事啊？请问你是否经常在此打猎？嗨，我就住在山脚下，我在这打猎啊都打了十多年了。那两年前有个妇人在这儿被害身亡，您可有印象？哦，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，我记得那天还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我吓一跳，好像是来围剿什么逃犯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事。您可还记得那天是什么情形？那天就在这儿，那个逃犯劫持了一个女子做人质。哎，那人可是你说的那个妇人？那您还记得那个女子长什么样子吗？哎呦，我那天离得远，还真没看清楚。不过他在向官兵求救的时候，我隐约听到他似乎在说自己是什么姨娘。什么情形？当时一大群人僵持着，谁也不敢动。最后，那个带头的大官一箭就把那个女的给射死了。然后那个逃犯就往那边跑了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啊，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我那天就躲在那儿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要不是事情过去这么久，我都不敢跟你们说。大哥，啊，我可否看看你那支箭？看吧，拿吧。这箭怎么和我以前看过的箭不太一样啊？这是三棱剑，它带有倒刺和血槽，比一般的剑尺寸略大一些，是我们徐家独有。你怎么会有这支剑？
这是我那天捡来的呀，我都靠它打了不少猎物了。我这剑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先走吧。我剑。走。你们快走啊，真有野兽。夫人，这是侯爷的剑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侯爷会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。相信，不会的，侯爷肯定不会滥杀无辜的。万大贤，你去查查那个猎户。是夫人。夫人，侯爷来了，正在屋里等着您呢。把这个收起来吧。是。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侯爷，仙灵哥有些事，所以晚了。我有个东西想要送给你，过来。侯爷，这花灯怎么？我看着门口孤零零地挂着一盏花灯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，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侯爷自己做的？以往在灯下总是处理不完的公事，也没察觉灯下也有如此温馨，想让人一直慵懒下去。有一人相伴身侧，几许孩童扰气，柴米油盐也好，琴棋书画一个。可如此平凡简单的生活，侯爷分明唾手可得，又有何稀罕之处？因为你，这世上的一切都有了不同意义。最后那个带头的大官一箭就把那个女的给射死了。侯爷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进去休息了。
想必各位大人都有所耳闻了，上月山东发生地震，逃到京师的难民中有传言当地赈灾不利，引起百姓的不安，匪祸四起，朝廷却没有收到山东方面的提本，眼下急需有人随同户部一同前去山东巡视灾情，不知哪位大人愿意前往？阁老，下官愿往。自从听闻灾情，下官心中挂念难安，愿赴山东。欧大人一向对灾民满腔赤诚，胸怀大义，定能对赈灾一事尽心尽力。阁老，此次震情严重，路途遥远，下官自以为前去巡查之人必要有行军之力方可胜任，还是麻烦永平侯走一趟吧，事情紧急，尽快启程。下官领命。夫人，您就别担心了，也许是那个猎户有什么问题呢。玉哥，你慢点。对不起母亲，是我太不小心了，我马上给您擦干净。快起来，这有什么的，你看看你满头大汗，快擦一擦，莫染上了风寒。这手帕谁给你的？是我姨娘给的。夫人，玉哥所有的金帕和衣物都是文姨娘准备的。玉哥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帕子借我用用？可以。谢谢。快去玩吧。嗯，走。夫人，万大姐回来了。夫人，都已经查清楚了，猎户确实住在慈安寺附近，但是身家清白，并无可疑之处。夫人，这两块刺绣真的一模一样，还有那个剑也的确是侯爷的三棱剑，难道害死绿姨娘的人真的是侯爷？我还是不相信。平日很少见你饮酒，今日怎么有如此这般兴致？可有什么好事？侯爷为我做了花灯，想来还没感谢侯爷呢。不过是一盏花灯而已，你便如此欢喜。十一娘十分感激，敬侯爷一杯。你我夫妻不必如此见外，你若是喜欢的话，改日我再给你多做几盏。这几日侯爷早出晚归，今日多喝两杯，全当解解乏了。好，你也来。好酒。侯爷，你喝醉了？没醉。
我想问您个事儿。你我初见那日，我被贼人挟持，命悬一线之时，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，唯独您果断地射出那一箭。那换作是现在发生同样的事情，你还会射出那一箭吗？会。那挟持之人的命就不重要吗？重要，抓住贼人也很重要，不能让他们逃掉的。那我娘呢？当日我娘是怎么死的？啊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摘下来吧。是。